右下腿，外侧，偏高位，痛，那是另外一个病人讲啊，那是另外一个病人讲啊，另外一个病人讲，向白宫讨债啊，这是另外一个病人讲啊，向白宫讨债啊，这是另外一个病人讲，向白宫讨债，啊，这是另外一个病人讲，向白宫讨债，啊，这是另外一个病人讲。向白宫讨债啊！那个病人的腿，尤其是下肢都坏了啊！尤其是病人啊，那个下肢都坏了啊！我想这个这些病人啊，当年1945年的时候，都是在那个地球上面啊，所以呢，我看那很难有幸免的啊，很难幸免啊！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！好，再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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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